这两边挡一下呢？没有。好了。啊、哦，我不知道组装起来是什么样子。你你不知道没组装过？对。啊？没组装过。这你怎么弄的？那万一搞不起来呢？不用怕，怕什么？理论可以，实践不会出大错。哎呀，反了！你他妈刮墙的板。那你也是现场发挥的啊？是是，这能支得起来吗？太沉了吧！试试看呗。它起不来不是死了？所以生活要有很多的不确定性。不行，到时候再想办法。够吗？啊，感觉力量不够，先训练两分钟。我放手不够，我怎么感觉要？好危险呀！八十了，要看看。反了，我给你拉一下，先看。好，谢谢大家，不用了。还行。怎么
牌呢，我操！